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，就是说出了门，除了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越过越好，然后外面的人是没有人希望我们过得比他们好的。在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然后在网络中呢，就是说除了喜欢我的，对吧，支持阿飞的粉丝，希望阿飞越来越好，那些喷子还有那些黑粉，对吧，他们是希望你越来越不好的，还有那些不明所以的人，他们也不会关心你的死活，就是这样啊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啊，今天我说的并不是想说这些东西，我想说的是 I'm so sorry, maybe I made a wrong decision, 就是这样，最主要的就是和他有关系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奔奔小伙儿，那俩在干啥的呀？我说会儿，那俩都搁那干仗嘞。咿呀，这小伙儿再一次征服了奔奔，是不是啊？我说会儿的功夫，恁都会打起来，是不是？真是的，哎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可能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非常的抱歉，好吧？好吧，昨天看到一条评论啊，看到之后我的心里挺难受的啊。评论大概意思就是讲我把这个小贝放了下来，害得毛豆一只狗在上面孤苦伶仃的，考虑到他的老婆被我这样弄得分手啊，对不对，搞得又不太好啊，气得血压都高了，对吧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了。我觉得我看了我的心里挺难过的啊，本来我还说观察几天放在这里面让小贝啊，因为据我昨天的观察，小贝在这里面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啊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啊，没有发生那些乱七八糟的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看到那条评论，真的我很担心这位粉丝的身体情况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血压直升啊，看了之后真的是我可不敢再把小贝放到这下面了，真的是都是为了大家呀。我说虽然我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没有哭，对吧，就比较固执啊，但是我这个人并不愿意去伤害每一个粉丝吧，每一个支持阿飞的粉丝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考虑今天还是把小贝带到楼上啊，还是跟毛豆团聚吧，好吧，就是这样。是现在给你放上去呢，还是等一会儿啊？我先去楼上去看一下毛豆，好吧，都等我一会儿。我现在去楼上去看一下毛豆啊，就是看一下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啊。因为说实话，本来昨天其实我想的很简单，就是说小贝放在这下面，他解手啥方便一点，然后的话楼上毛豆会有一个干净舒服的卫生啊。但是没想到造成的这个结果，对不对，对吧，让大家心里不开心了，对吧，说实话真的是罪过。我去楼上先看一下他。诶，在这儿等着呢，小毛豆是不是在这儿等着呢？确实和我预期的效果是一样的啊，他只有他自己在这上面的时候，这上面的卫生保持的是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啊，就是些许少了几分多了几分寂寞，少了几分那个温度啊，就是这样。还好吧，昨天晚上睡得挺香的吧，是不是啊，睡得香不香啊，你睡得倒是香了，关心你的粉丝晚上睡不着了，在想你的以后你咋整啊，一只狗在这上面待着是不是多难受啊，是不是啊，难受不难受，没心没肺的家伙。我来先巡视一下卫生啊，给多少吃多少，吃完了，还可以啊。只有他自己在这上面的话，他是造成不了多大污染的，就是这样。那里有一点拉了一点，这个问题不大，就是这样。还不错，卫生保持的不错。
然后小贝在那边一直看着外边，可能还是比较期待着出来和这个毛豆见面吧，对吧？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毛豆的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伸了个懒腰，是不是？哎，刚才看你伸了个懒腰，很舒服啊。想小贝了没？想小贝了没？过来跟我说说，想小贝了没？想他不想他？还让他上来给你做老婆吧，好不好？还让他给你做媳妇吧，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嘛？啊，愿不愿意啊？想不想？到时候他还吃你的狗粮，愿不愿意？愿意啊。好，还让他做你媳妇啊。走吧，带你下去跟他见面。呀，我的天呐，这家伙尿嘞！能借我给我看见高兴啥嘞？这就当昨天是啥呀？这小贝一日游啊，是不是啊？咦，我的天呐，这小伙儿你在做是找事儿嘞？你都不能和睦相处啊？你看叫，真是。不能和睦相处都，你看叫人家毛豆吓得都尿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小贝这放出来了，看到毛豆了，又摇头摆尾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天，这都倒下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本来想想能下来一块玩玩的，你看，这有送有。胆儿又大，这腰弄得很郁闷。哎，也不知道毛豆到底是胆儿大还是胆儿小，这一边尿，这家伙一边尿一边跑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你是害怕还是不害怕的？到底是？好了啊，回去，都回去，我把卫生给清扫一下，把他这里的卫生简单的给他清理一下，把便便清理了一下，然后发现一个现象啊。就是说你不要把我，然后就是说这个小贝啊会拉到这里啊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狗其实在下面生活其实还行啊。可能这几只狗还没到发情期吧，所以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冲突。现在下来了啊，毛豆也是相当的护着这个小贝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好好好，你们在这下面玩一会儿啊。我去给你们，哎呀，这毛豆，你可别生气了，你生气，没必要生气，要不要上来？要不要上来？来过来，呀，你干啥啊？你趁机往我怀里钻，呀，咋了呀？咋着了呀？你这老生着谁的气？老生着小伙儿的气啊？好了，干啥了，小伙儿？这能认真是不是？能不能认真？不能认真，知道吧？你能窝在一块儿，这真是……好了，小伙儿回去。好了，看来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下面一块生活，就是这样。这追根货源就是小贝啊，这小贝在这下面，这撩拨的这小花是心里面也可不得劲儿啊。主要有我在这儿站，这小花这想想算了，还是吃口狗粮压压惊吧。就是这样，这毛豆说你吃口饭你都想过了这个事儿，没这么简单的。好了，不生气了呀！我给你带下来是个错误的决定，走吧走吧，上去吧。哎呀，恁俩还是上去吧，恁俩，看恁俩还是不习惯搁这地下待着。生啥气嘞？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叫两声热闹热闹，妥了。叫两声发泄一下，妥了。哎，那家伙。呀，你这货，你跟他计较啥嘞啊，小伙儿？你跟他计较啥嘞？
是不是？没啥计较的，好吧？没啥计较的，耶耶耶！呀，毛豆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走，回去了。你别搁那儿叫了，他万一他趁我不注意给你来一口，防不胜防啊！那笨笨，等那毛豆上去咬你那屁股，你不听话了，笨笨。好了，去咬他。好了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我就让小贝给你带上来，让那媳妇给你带上来，好吧？别生气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小贝啊，你看你够硬的。哎，好好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小贝，想出去玩呢，小贝。哎呀，你可不能出去玩，恁俩，呀，恁俩不要。哎呀，我真 hold 不住了。呀，你小伙儿，你，咱不要这个样子，好吧？笨笨，你有准备领着想出去玩了呀？那能出去玩不能啊？这院真大还不够能玩嘞，是不是？来，过来，这家伙不太好抓呀，这家伙身手敏捷的很啊，抱你上去，你也是不想给他仨带到一块儿，是吧？然后就把小贝带上去了啊，刚才还想带他出门转转，想想还是算了，还是不带。呀，笨笨，你赶快回去，笨笨这楼上楼下跑了几趟了，醉了。你还是上去吧，别把我的粉丝给气坏了你。给你送个礼物，送个媳妇，第二次送了啊，给你送个老婆。咦，那笨笨的又上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累死我了！笨笨，下去！小魂儿搁那儿踹了呀，小黑搁那儿尿嘞，那啥问题狗，我跟你说。咦，这上来先喝口水呀，这小贝，这下面的水不敢喝是咋的？那媳妇回来了，那媳妇回来。好。高兴不高兴？高兴不高兴啊？你高兴不高兴？呀呀，中了中了中！你还是在楼上待着吧，小贝。我看你在这楼上才最活泼，到楼下变成个小哈子了，你快！吃饭也不知道吃，喝水也不知道喝，是吧？好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算是不负众望吧，又把小贝给带上来了啊。说实话就是这样。其实把他带上来的还有一个原因，可能昨天没有跟大家讲啊，就是小贝这个狗比较机警啊。谁呀、啊？谁又去彩刷了呀？啊，这回换成小黑了，我才看见。你很给我装吧你啊，又去吃草去了。你着火。就是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小贝这只狗比较机警一点，就外面有什么动静的话它就会叫啊。这一点的话说实话你对吧，有利有弊吧，我只能说对吧。就是我放在下面的话就便于我这边，因为我住的比较近一点，下面和他们只有一窗之隔嘛，就比较好对吧，就比较好管理一点嘛。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没有想太多，昨天真没有想太多，就一是让毛豆干净卫生，二是好管理一点啊，就没想到这样就，对吧，对吧，搞得有部分粉丝啊心情很不开心啊，影响了身体健康啊。说实话我这真的是很抱歉啊，真的很抱歉啊，我也并不想伤害大家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就把这个小贝今天又把它带上来了啊。不容易啊，说实话真不容易，我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。
昨天刚下决心带下去，今天又把它带上来啊，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啊，实在是可能是，唉，对吧？可能是考虑不周到吧，对吧？现在也算是亡羊补牢吧，开心吗？开心哈，开心，给你吃点好吃的，吃点好吃的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看你该乐喽，多想若钩，你该一露，你看你都变成个哈子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多热情，补你还不叫补，然后这里先给他倒了一些狗粮给他们吃，我下去把那个什么，把下面那个碗，小贝的碗给他拿上来啊。我看见，哎，你别给我跑过来！我看见你是不是去抬腿去了？你是不是去抬腿的？啊，小伙儿，你跳去抬腿跑啥的呀？你也去接手去了？你都进化到这种地步了，我才着！啊，是不是啊，小伙儿？你是不是去哪溜了？你是不是去哪溜了？啊，那笨笨再不去啊？啊，那笨笨再不进去啊？那笨笨不着去溜接手，没有你聪明。就再说你两句是吧，笨笨，来握个手，笨笨，呀呀呀，你行胜了，就你行胜，母牛越够强，你真行胜，真是，来握个手，好，再握个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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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碗拿上去了啊，你这玩意儿我本身就倒的多，好吧。道理多的意思就是分开，分成两碗吃，知道吧？你吃这碗，小贝吃这碗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妥了？越够一碗，这不是 OK 了？好啊，吃吧。这夫妻俩又团聚了，哎呀。然后我走到这边，看到我家的这个什么葡萄，这个还没死。去年的时候刮风刮的挺大的，我以为都刮断了，谁知道这个还活着，还能接一点儿啊，就这一点儿，估计还能接出来一些。我站这儿看看风景啊，看看外面，这俩刚才一直看着我，我也是醉了，好吧？我有啥看的？我身上有肉。我身上就是有肉，现在我们这边是啥情况吗？出行啊，就是小路全部都封完了啊，你到镇上都过不去啊。但是呢，就是说这些老百姓啊，都会找出来一些很偏僻的小路啊，能钻过去，然后能钻个用个几天时间啊。这边政府又把那些小路那里挖个坑，对吧？边上埋点土，对不对？你又不好走了，就是这样，非得逼着你绕大路啊。绕一条大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出门就像玩游戏一样，玩冒险游戏一样，你要熟悉周围的这个地形地貌啊，要多问问周围的人啊，哪里能走，哪里不能走啊。这现在出门，对吧？你不张嘴是不行的啊。你不管认识不认识啊，出门就是问，哎，这条路前头路好走不好走啊？哎，那边路好走不好走啊？然后他们本村的人都会给你说一下，所以的话，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明白啊，这么是一个什么情况啊？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我觉得如果封的话，就全部封死，就不让出门，对吧？半个月，对吧？一个月都没关系啊。现在就感觉好像又可以出门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又不可以出门的这种感觉，就感觉好像就搞得不清不楚的，对吧？这个也没有时间限制了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觉得不太好啊，我个人觉得不太好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要与民方便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才
对吧？那个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毕竟大家都在路上走嘛，对不对？要是，你那俩是啥表情嘞？每次我回头，那俩都是呆呆的看着我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不好吃？好吃不好吃？嗯，给吃吧，还不吃我受伤嘞，还有毒。嗯，那小家伙，嗯，这媳妇给你找回来了，拿啥报答我呀，孟豆？嗯，拿啥报答我？咦，你别搁那扔了，好吧？你身体健康都妥了，你别拿啥报答我了。你要是哼哼唧唧的，还好这个衣服没给他脱掉啊。现在温度是120度左右啊，这才是真的春天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，小贝？你看你的鼻头的是粉色的，嗯，难怪你是小姑娘，是不是？粉色的，粉色的鼻子，粉色的嘴，哈哈，是不是？而且还有腮红啊，眼影啊，粉色的眼影，对不对？单眼皮儿、双眼皮儿，哦哟，还是个单眼皮儿的，对不对？难怪底下呢就要狗，对吧？为了整你跟毛豆差点打起，让俺小贝、小花儿，对吧？小花儿跟毛豆，是不是？这耳朵也是粉色的，咦，你的这真多粉色的，真是。有空带你去给你见见你姐姐啊，给你姐姐见见面好不好？要不要跟你姐姐见面啊？要不要？嗯，小贝有个姐姐哦。嗯，你姐姐可没有你长得俏，知道吗？你姐姐是个黑家伙。嗯，呀，这毛豆一听还有个姐姐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激动的激动不已啊。咦，那俩算是好到家了，他吃吃你吃吃，那俩还吃一锅饭。嗯，好了好了。